完了，找不到酒店了。我到了定位这里，找不到酒店了。酒店在哪里？酒店在哪里？完蛋了！这前辈讲的东西。嗨，新早。Hello。嗯。好没有啊？好没有啊？哦。兄弟们，现在是晚上的5:45，差不多6点了。看一下外面，好美啊，真的是很美，好像一幅画一样，对不对？啊，这房间太好了，就是这样的，好漂亮啊，好像是仙境桃源一样。兄弟们，早上好啊！现在是早上的10点，呵呵，早睡早起啊！今天准备去沙巴玩了，本来昨天就想去的，突然有点事情就耽误了一天。现在出来吃个早餐，然后准备出发。哎，来这里我不知道有没有开门，应该有东西吃了吧？吃完点东西马上出发。去沙巴那里是走山路的。有点难走啊，虽然这里离沙巴不远，好像30公里还是40公里，2个小时啊。来这里吃个法国面包加牛肉，再出发。哎，上来了，上菜了。哎，怎么？他这个好像不够热。哎，开始了，点了一杯冰茶，一个法国法棍。这个没熟啊，大哥。我靠，他这个有点，我感觉有点敷衍。这个哪有熟啊？搞不熟，这个蛋都搞不熟。吃饱了，这天气挺好啊，也没有出太阳，但感觉有点像下雨，变天了一样。要么就下雨，要么就会变冷，应该会。现在出发，12点差不多到了，但是我还不知道在哪里坐车。到那里应该是下午3点吧，拿好房间应该要3点，去到那里2个小时左右。我去年年末去了一趟，我忘记了，去年年末好像是今年年初还是去年年末，去了一趟，好像花了2个多小时，退房，然后我还没有查在哪里坐沙巴的车。刚才我去城市那家大巴车公司那里问了一下，他没有去沙巴的车。算了，我可能要去关口那里问。越南人吃饭，嗨，哦，吃饭呢，一家人，菜还不错，一个肥肉，一个豆腐，一个瓜苗，一个酸菜。韩工，韩工，他们吃的挺清淡的哈。他们一家人，七个人，5个菜，也还不错哈。好像我们广东一样，我们广东也是这样的，3菜1汤吧，大多数都是这样。我在这里查一下，看看。沙巴去哪里坐车？要不然我问一下本地的人。那现在我走路去桥头那里坐那个大巴车，是小巴车。刚才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刚好有个主播他就坐车去沙巴那里，所以我看到就在前面那个桥头。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前面那辆车就是沙巴的。就有一点黄线，带黄线那辆小巴车，那辆是回来的，去沙巴是往左手边这边走过去的，1.5小时1趟啊。我在网上那里说，听别人说，马上就到了，就在桥头这里等就行了。我应该就在这个桥边这里等就行了。他要经过这里的。应该没有错吧，我看视频就是经过这里。我来旁边这水滩这里坐一会，
哦，刚好看到那座桥。Hello， 沙巴 OK。OK。Thank you。包妞啊。不咋打不薄呵，嗨呀，OK。这个是冰茶，他已经用一瓶那种什么搞好了，再喝一口，喝口冰茶再说。喝红牛啊，不喝红牛不行，受不了，补充一下能量。我还没看这里距离沙巴有多少公里，我看一下地图。大兄弟们，要三个小时哦，88公里哦，也挺远的。这台车在这里停，不是去沙巴的，不是。我问这个老哥，这个老板会帮我找车，挺好挺好。越南这边有钱给他赚，就是服务很好的。感恩，车到了。我在那边看到了黄色那辆，网上那个博主说的是黄色，他真的是这个摆摊这两位大哥大姐告诉我是这辆。越南人还是很热情，他让我去那里等，去对面那里等。Thank you， 感恩， okay. 感恩，拜拜。哎，出发，88公里要3个小时，应该是在这里拦车。哎，停车了。沙巴。哎 ，Thank you。哦，我靠，只有我一个人啊，我可以坐前面，坐车头好一点。算了，不坐车头，就坐这里。现在12:40，我在那里等了37分钟，确实等了37分钟左右。哎，车票不知道多少钱，大概应该也不会很贵吧。这些大哥也是，大哥大姐也是去沙巴旅游的，应该。哎呀，先走了，去到沙巴再说吧。现在买票，看一下有多少钱。8万24块，沙巴。可能他是两个人4万的那种，12块，以为24块，好便宜啊！好棒！给你们看一下，这就是好陡啊！这路真的是超陡，全是弯弯的大路、小路，弯弯的小路。吓人啊，兄弟们！下面是万丈山，万丈深渊。旁边就是山，旁边是高山，他们在那里种一些玉米。哦，这是少数民族的人。啊，这应该是少数民族的人，这里很多少数民族。88公里，我现在坐了大概半个小时吧，应该走了一半，走了1/3的路，差不多1个小时。这些农村的小孩放学了，他们现在1:38，哦，上学了，现在是中午上学的时候。哦，这是农村的集市。哇，这是应该是一个农村，一个村来的。下面山谷，下面也有房子，但是我拍不到。如果有摩托车就好哦。我们看到了，它这里下面那个山谷有很多人在种田。
就以前呢是上坡的，那回来的时候就是下坡的，现在去是上坡的。差不多到了，还要15公里。地图上显示还要40分钟，应该不用40分钟了。这个老哥开车开得很快，大概可能20分钟就到了。很久没有度假了，来这里好好休息几天了。好，是不是到了？我怎么感觉像是到了，但是我地图显示还有15公里啊。这应该不是吧？这好像是下班了，是不是我的定位搞错了？但不可能啊！如果是沙发，他应该会喊我吧？是沙发了，到了，应该是这里吧？应该是这里，到了，到了。怎么显示还有17公里啊？有没有搞错啊？就是这里啊，没搞错啊。上次我来好像是看到那前面那东西，还是挺快的，1个多小时，我以为要3个小时，1个半小时，可能是定位出了问题吧，定位弄错了。对，上次我来到这个，到了沙发。没什么人啊，礼拜五嘛会有很多人出来玩，好多人喜欢在这地方玩。我应该在附近下去了，啊，到了那个地标那里，前面就是那个地标那里了，前面就是，啊，这就是那个地标那里了。挺快呀、啊，好像1个半小时不到吧，车就在这里啊。我不知道到晚上几点才没有车，这些车应该到晚上5、6点钟就会没有了吧。这台也是去老街的，就在这个就在这个教堂这里，老去老街的啊，这台也是去老街的。我现在先找个地方坐下来，找间房间，先把房间弄好再说。车费很便宜啊，4万越南盾，真的是太便宜了。哦，好漂亮啊，天真的好蓝，真的太蓝了，这里的天。很漂亮，这老房子应该很多年了。
我去看看订个酒店吧。我要饿，要累了，有点凉了，不热。这里真的是适合休养，一点都没有感觉有热，虽然太阳挺大的。看一下这样做的是不是很休闲啊，好休闲啊，这样哈。今天早上吃的那个铁板牛肉有不过我吃那个东西到现在啊也有四五个小时了，那东西也不耐饿，现在饿得要命。不过我还是要找到酒店再说，我感觉好累，上到这里就想睡觉，有点想睡觉，可能是这里的环境问题吧，我很想睡一觉。现在喝杯咖啡醒醒神吧，点了一杯咖啡。看一下这里的房价，好的，这应该是很好的吧，豪华，差不多要1000块，800多，也有便宜一点啊，200多，500，我就住一般的就算了。都要300-400啊，便宜的有100多。我看一下这家吧，这家150，看起来应该还不错，看起来挺漂亮哈。加上税要170人民币。兄弟们，拿了一个房，157块，差一点158，在同城拿的。刚才我在去哪网啊，那里要170多，这里还便宜20块。我通常我订房都会几个网站一起对比一下，能省10块就省10块，对不对？毕竟像我这种屌丝，10块钱对我来说已经算是一个天文数字了，能省则省。好了，咖啡也喝了，房也拿了，现在去酒店那里把东西放好，然后出去吃点东西吧。好不，酒店距离这里300米，我就不用坐车了，我走路去算了。300米对我来说就几乎等于没有路，就是很近的路。我经常一个人走路都走10公里、8公里。现在同城比去哪网啊还便宜很多，还便宜10%左右吧。之前同城呢比去哪里贵一点，现在反过来了，我感觉我成了去哪网的老用户了，现在就老是坑我。所以啊，你们订房啊多下几个软件对比一下，不要被这些中国的奸商给骗了。上次我在这里坐车，不是认识一个小妹很漂亮吗？就是加联系方式的时候加不到，哎，很可惜啊。这次看一下来这里有什么艳遇没有，希望在旅游的地方啊有一点艳遇差不多，对不对兄弟？我最喜欢一个人来这种地方，往往啊就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惊喜。天哪，是这里吗？那不对啊，应该是这条路吧。那个是沙巴的地标，等一下再来看。先把行李放好，太重了，40斤了，我靠！我没有办法，太重了，想把负重减轻一点点。前面有两个小妹妹，可能他们是来旅游的。这是上坡路啊，有点累啊。上坡啊，走得气喘吁吁，喘气了，好面熟啊，现在好像在老街见过，走不动了，我看老了不得不认老啊，兄弟，这定位怎么有点好像有点不对，我还要上坡啊。早早坐车来好了，怎么全是上坡路？
天哪，这全是山坡路，我的天哪，我早知道坐车好了，我看到就300米啊，这怎么挤300米啊，这全是山坡路，气死了，一定要租台摩托车，要不然出入不方便了。这坡好高啊！嗨，先讲啊 ，Hello，Hello， 我怎么对他差一点对他说越南语是？爬山这么高啊，你们看一下，啊，天哪，我不知道要这么高要爬上山。累死我了，应该不用上再上山了。我现在到了，差不多到了，应该是就在附近，但有一点偏僻。没事吧？在这种地方就要住偏僻一点。但是这家酒店它是写的高档，高档的含义就是我不知道，偏僻并不代表差，对不对？因为你在旅游景区。就想住点好一点，风景好一点的，气喘吁吁的，不行了，不得不认老了。完了，找不到酒店了。我到了定位这里，找不到酒店了。酒店在哪里？酒店在哪里？完了，我靠，找不到，完蛋，完蛋，完蛋了。这前辈讲的东西，嗨，新早 ，Hello， 嗯，泡没有啊？泡没有啊？哦，开伞没得，没得，好开伞，你们明天没开伞没？这边，你那么，啊，你那么多，那么多，你等来，你等来，啊，Thank you， 拜拜，拜拜，拜拜，完蛋了。找不到了，找不到了。但是刚才那个小妹很漂亮啊，迷路就迷路。算了，我不好意思问人家拿联系方式，没有借口。应该要走下山，然后叫摩的佬送我来，要不然我没办法找得到。凭我个人应该找不到了，这里太乱了，这些酒店太乱了。我就不走那边了，我直接这里绕近路就行了。这里有条楼梯，我看到两个学生走下去，应该是直接可以走下去的，就不用在那里绕来绕去了。花20块找个摩的佬吧，没办法了。这里的路啊，找不到的，太难找了。这些方向，这些路应该通的。这些地方完全和城市。那些路啊，完全概念不一样，都很乱，很乱。哦，这里是下山的，上山容易，下山难啊。哦，这里装修，这里直接下到那里，超近路。试一下这个轱辘，我可以喊得到车吗？我试一下有没有人接单。喊到一台的士了，还好有车接啊！我靠，要不然找不到酒店了，太难了。车来了，第一次找酒店找不到，我也是醉了。哦，怎么他这台车这个方向有点不对？感觉有点不对，这方向，嗯，是不是导错了？呀，到了！我操 ！Hello！ 呀，呀，OK， 这家吗？我靠，真的是这家！那个导航真坑啊！那导航导我到那边有病吗？原来在大路边这里很好找的，我操！导航真坑，一点都不准。到了，啊，Hi，Booking。
4.6 and 4.8。两瓶。在房间里面，我们有两瓶水，和两包茶。OK。咖啡一些。免费。是免费。哦，可以抽烟吗？抽烟不可以。不可以啊。哦，可以抽烟，你可以在外面抽烟。有早餐吃吗？有早餐。明天你是早餐在这？几点开始有早餐？从6:30到9:00。哦，好的。要付钱吗？早餐？不要的。哦，有早餐对不对？好，谢谢你。我现在回房间了，怪不得我找不到这家酒店，原来这个那个鬼导航，给我导到那边去，我真的是被他气死了。前面在这里吃早餐的，他说，先把东西拿上房间了，太累了。好漂亮哦，这里看到那边，这个酒店可以，这酒店我住在三楼，最高是5楼的这栋楼。第一次被导航坑了，还好，早到就切好了，就不用走的这么辛苦了，走的我脚都软了。308在这边，应该是在这里，不知道，哦，要敲一下门。我来了，快走快走，应该没有鬼吧？我来了，哎呀，好，还好，我看一下，看起来还不错。有人吗？没有吧？看一下这厕所，哎，还好，把行李放下来，就丢下去。哎呀，太累了。这东西40斤呢，它凉，没办法，东西太多。这个房间大概15平方吧，加上厕所有20平方，肯定有的。160块，158，便宜，挺便宜。这里靠近那个地标，沙坝的地标那栋楼那里，然后这里有个阳台。我看一下。哦，好棒，好棒。很好，这个妹仔对我很好哈，给这个房间我挺漂亮，看一下，漂亮吧？哦，那里那几栋酒店也很漂亮，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那边那几栋酒店，也很漂亮。这里如果它装修好一点呢，可以做星级酒店都行了，100多块真的是太便宜了。可以看到这种景点，什么都好，就是少了一个伴侣。如果你们带女朋友来啊，可以住在这种房间，真的不错，太棒了。好蓝的天，好棒。哎，不说了，很棒。我吃点东西，我饿死了。好饿啊，又累又饿，我被导航给坑了。本来我想订明天的房，订多一天的，但明天没有房，明天是礼拜天，今天礼拜六，我靠，没有房，这完蛋了。我去前台问一下有没有房，我不想明天再去找啊。这个房间很好，这家酒店风景很漂亮。你好，明天有房吗？明天我们还有房。还有啊？还有。多少钱在你这里呢？我们有就我那个房间。明天多少钱？明天，哎，我等房了，就没有卖完了。我在网上订不到，有点奇怪。你订的房子是没有风景的，但是这边我们有房，所以。哦，给我一个好的。哦，我懂了。我那个要多少钱 ？S100。啊 ？S100。越南盾多少？是800，是80万。哦。80万。哦。80万。哦，不能少。不能少。哦。我考虑一下 ，Thank you。80万，我要考虑考虑。
80万250人民币，住不起啊，住不了，太贵了。哦，这些地方吃东西都是可以看风景。哦，刚才那个妹子跟我说，就给我一个好的房间，本来是不好的，那我还是捡到了。这酒店的地理位置很好啊，就在这个地标隔壁这里，转个弯就到了，这地理位置真好啊。之前我不是在这里拍过一次照片吗？这是沙巴的地标，每个人啊来到这里都会拍这栋建筑，应该有很多年历史了吧。这个要问当地人才知道，或者在网上查也能查得到。我看一下附近有什么吃的，走不动了，我都不想说话了，好累。我这栋酒店位置真的好，这里就是中心的位置了，最好了，不用出去啊，都不用坐车。但我看到这里没有什么饭吃，都是吃面啊、河粉之类的，我不太喜欢那东西吃了，很容易饿肚子。哦，这里就是打卡的地方了，看到没有？你们在网上看到的照片呢、啊，就在这里拍的，就是站在这个位置。现在就有人在这个位置拍照，好多越南小妹都是站在这里拍，确实漂亮哈。在现场看到也挺漂亮的。这是少数民族的大姐，应该也不能说大姐吧，因为我的年纪很肯定是比他们大的，他们应该很早就结婚了，很小就结婚了。这越南小哥随便上去，你会越南语就会可以跟他聊天。啊，一定要学会越南语，越南语真的有用，在越南混。下面好多洋洋在那里踢球，他们就这样啊，玩得很开心，也不怕晒，脱的衣服脱光了衣服，那几个男的，要一堆一堆的。好像他们都是一起结伴过来的，在这里玩几天可能就会回国内。洋洋很喜欢这里。好多地方我都走过了，就还有这条街没有走过。这个位置拍照更好，但是有点异光，拍的看不到，我不知道在屏幕上看不看得到，异光很厉害。我走一下这段，之前我有走过那段，有很多地方吃饭，走一下这里看看有没有地方吃饭，随便吃一点填肚子吧。等哦，这少数民族在卖当地的这些布啊，当地的衣服啊，布料。这有饭吃，我看一下，价格还是
还是挺感人的价格。一个菜20万、15万，这些30万啊，10美金。我不知道他这里大不大份这些东西，我只知道价格有点贵啊。Hello， 嗨，马莎，会中文啊？按摩多少钱？按摩脚先生按摩，啊？按摩脚先生按摩。24。Yeah， 先生按摩。哦。学生，看不懂。60分钟，100块。哦，60分钟。100块，人民币。越。越南。越南越。哦。45分钟。哦，我吃个饭再来。这里按摩也不便宜啊，哈，给你们探了价格，45分钟25万就等于70人民币吧。75人民币，60分钟30万，90人民币，也不便宜了。哦，这边没有什么东西，我以为这里还有一条大街下去的，原来是一条小巷子，没有地方走了，都是这样的。下面还有一条路，我就不想走了，累死了，不想走下去了。这种地方啊，你拍照就很好看。哎，上面是不是出去的？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出去的吧。这里，哦，这卖当地的特产，五花肉。嘿嘿嘿嘿嘿。哦，打烊了，没有饭吃。哎，他这里有牛肉吃的，看到没有？那应该是牛尾巴，有牛肉吃。然后这个火锅，牛肉火锅吧。哦，对哦，是这个。啊，我想吃这个。我问一下，要多少钱？现在有没有得吃啊？嗨，安公。安公。啊。佛。佛。贴不啊？贴不。OK。啊 ，OK。咋打？我出来外面坐。我点了，还有一个10万的，我点过8万，那个10万还是100万啊，好像10万啊，对，10万的。我刚才去找酒店，上山那一段，走那一段山路，把我身上所有的能量都消耗完了，我吃点东西要回去睡一觉。哇靠，这样这家店挺好的喂，看一下。哦，这么多牛肉，看到没有？这是牛腩，这是新鲜的牛肉，早就要拿10万块的。这个10万那个有猪尾巴，我下次再来吃10万块那一个。哎，这种太棒了，我喜欢这种。Thank you. 这个铁锅来的哦，拿个铁锅煮热热汤，这牛肉放下来一烫，然后啊，然后把这个河粉，把河粉放下来，先不要放那么多，这个牛肉也放下去吧，烫热一点。哦，好，料好充足哦，324块。24块人民币，这么多牛肉，天哪，太值了，太棒了。河粉很快熟的，这牛肉也很快熟。
我试一下好不好吃，这个东西看一下，八万越南盾太好了，这牛肉熟了吧？新鲜的牛肉，新鲜牛肉试一下，嗯，真的不错，好吃，味道好。我搞点汤喝一下，结果汤甜不甜？嗯，这个汤很好喝，它放了枸杞、红枣一起。为什么我能喝得出来？因为之前我家里，我妈妈天天用这种药材来煮汤。啊，很好，有枸杞，有红枣，还有党参一起。好了，开吃了。哦。这个锅还在滚呢，看到没有？放了这么久还在滚呢，这水。我放点这个生菜，嗯，真的很好吃哦，真的可以。这个河粉我不应该烫那么久，烫太久啊，它就太烂了，太熟不好吃。就这样烫一下应该可以。嗯，哦，吃饱了，出去逛逛。哎，它这上面是干嘛的？挺多人在上面，我不知道干嘛。哦，我好累啊，我不想走上去，累得要命，我还是跑出去吧。这个教堂还开放的，我进来看一下。哦，里面挺漂亮的。这个、教堂是用石头砌起来的，看到没有？砌得很漂亮哈，应该是用石头啊，我看一下。哦，是石头哦，花岗岩，应该哦不是花岗岩，这是大理石哦。用这种材料砌起来的这个教堂，对水泥匠的手艺啊要求很高哈、啊。看一下漂亮，我拿长一点。漂亮，这教堂确实漂亮，这里可以出去。这个教堂应该有很多年历史了吧？哎，出去！我其实就喜欢看一下这种古老的建筑，但是我要深入了解啊，我没有什么兴趣。我还是喜欢比较研究人物之类的。这里就出到了广场这里了。又来到了这里，这是正门，但是没有开门了。哦，可以看得到年份呢，但是我看不懂啊，你们自己看。它有几个年？1926、1935、1995、2007、2007。你们看得懂吗？我看不懂，是越南文。这些应该是少数民族的人了。他们在这里卖这些包包啊之类的。一眼看下去啊，就是少数民族的风格。很多洋人喜欢买这种东西，前面那个洋人在买了一件外套，看到没有？去看一下。洋人就喜欢这种东西。哦，这手感很好哦。
而且质量很好。OK。哦，看起来质量很好哦， okay, 可以啊。你测试？好吗？好吗？150。我表层的人，他都做他那里出的。130万呢？130万越南。这有点贵，不过这衣服好，这布料很好，我看起来，布料确实很好。哦，一套的。Thank you, thank you. Okay, ma. Okay, what for me, ma? 这太花了，我不敢穿。不过布料摸起来很好，手感很好。这太阳紫外线很大，很容易晒黑人。我去前面那里走一下。今天先在市区这里熟悉一下环境了，然后明天再去其他地方玩了。我靠，你看前面那个雾啊，已经散过来了，等一下可能看不到东西啊。这个雾散过来了，往这边跑。前面这里还有人在拍脱婚纱照，这些人很年轻就结婚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拍艺术照，还是真的结婚了。这两个人还很小啊，年纪看起来也就20来岁就结婚了。这小伙子挺帅啊，很帅，不过跟我比还差一点。我发现这里人很少啊，今天礼拜天怎么没有看到有人？我不知道晚上人多不多，可能要晚上人才会多吧。现在是下午的4点。啊，街上没什么人呢，我等到晚上再来吧，先逛一下，等一下晚上再来。哇，本地人的英文很好啊，给本少数民族的人英文多好啊。深深在密，这里市中心呢就这样。哦，好凉爽，晚上我觉得应该要穿一件外套，可能要穿外套吧。现在往前走就去沙巴这个湖了，我去湖边看看有什么好玩。这房子挺漂亮啊，这晚上拍照应该很漂亮。等一下再晚上要来，我来这个湖看看呢，然后就回酒店休息一下，太累了。人很少啊，不是说礼拜六礼拜天这里很多人吗？没有看到人，周围静阴阴的啊，静阴阴的。来到这个湖边这里照一下看看，我在网上看到很漂亮，但是可能晚上的吧，晚上看起来很漂亮，但白天也就这样在现场。不过在相机里面呢，可能拍出来是很漂亮。这个湖这里就这样了。前面那里是学校，就不要去了，没什么好逛。
下面不是流区了，我回去啊，我回去坐一这坐一会休息一下，累了。我顶不住，今天晚上再出来逛。兄弟们，现在是晚上的5:45，差不多6点了。看一下外面，哇靠！既然这样呢，哎呦天，这里的天气变化真的是太离谱了，好美啊，真的是很美。这里一时一个样啊，这变化好大，天气变化真的太大了，太漂亮了，大概只有手机才能拍得出来，这么立体感的美丽。好像一幅画一样，对不对？啊，这房间太好了。如果早上可以看日出，那肯定很漂亮。就是这样的，好漂亮啊！好像是仙境桃源一样，就像进到了仙境。这太棒了。确实漂亮，没得说，这房间真好。嗯，准备出去了。刚才在里面这里睡也睡不着，本来想以为睡一下，那睡不着。出去走走吧，差不多天要黑了。哦，晚上很凉爽了，晚上。晚上非常凉爽，很可惜啊，这房间不能抽烟。不过我应该在外面这里抽烟，应该没事。如果可以抽烟就好。看到没有，我身后那座酒店，我靠，那里差不多住了7-8个人。有3-4个男的，几个还有好几个女的，他们一住就是住同一个房间，挤在一个房间住。3个男的，好像女的6-7个人吧。我有点佩服啊，他们这样也行啊。我刚才木很大，现在又没有木了。现在上去了这些木，哎，把窗关了，然后出去。我不敢睡，本来想睡一下，想一下又没有睡，因为我怕等一下我睡着了，今天晚上要睡不着，明天起来看日出。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日出。来这种地方一定要很早起床，很早的睡，因为晚上啊没什么好玩的，外面有点凉啊。我先出去看一下有冷不冷，如果冷了我再回来拿件衣服。哦，确实很凉爽啊，兄弟。我看到很多本地人啊，他们都穿外套了。现在温度大概应该在22度、23度左右，有点凉，有点凉爽，没什么人哈、啊。今天是礼拜六哦，既然没人，我有点搞笑啊。这里有东西吃，汉堡，还有意大利面，还有鸡肉粉。我看一下附近有什么饭吃，吃点饭。